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恤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